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彩虹，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录像。第一把啊，我们是个二号位的大反贼啊。看标题是选孙敦啊，我帮你选了，主攻选择了这个刘老板啊。刘老板他话说啊，他的牌都是要通常分给别人的啊。那这我们跟刘备啊一言不合啊，他就来顺我们。我们突然发现啊，我们的下家啊个陆神啊，跟我们配合匡弼啊是个非常好的人啊，是个非常好的人。那我们就争取他啊，是个大好人啊，是个大好人。这刘备起手开五谷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啊。你这个主动方开五谷是给反贼送牌啊，因为毕竟反贼的有四个啊，反贼能拿四张，你主动方包括内奸还不一定是你的人啊，所以你们主动方最多拿三张啊。那我们就起手开了一个南蛮啊，哈一刀。那我们就过呗，铁锁留着啊，毕竟我们有两张属性杀，有两张雷杀。这我们卖也行啊，出一张杀也行。那这个南蛮我们要卖了啊，这个南蛮我们要卖一下啊，我们卖一下。希望这主视角能跟我的思路想一样啊。这个南蛮要卖一下啊，这三国杀有时候会提醒你啊，要勇于敢卖出第一滴血啊，勇于敢卖出第一滴血。这陆神连开两个南蛮，挂了一个冠师府，好像也没表什么身份啊。那黄老爷子啊，什么又拆又杀，那就是个大反贼。这荀彧来禀一下，禀一下啊。想吸我菜时，痴心妄想，请将我埋在西凉之地啊。那这个马超发型已经乱了啊，他不是敌人的发型乱了，是他自己的发型乱了。那不好意思了，你赶快回去啊，把头发梳梳好。那刘备他一滴血只能存一张牌，那我们对他匡弼啊，他是必须要把那个牌啊放在我们这的啊，我们对他发动技能，他是必须要把牌放在我们这。那其实我告诉你，孙登啊，活到后期啊，你如果一血，特别是刘备这种一血一手牌没装备的，那我们只要对他发动匡弼啊，你是必须要放在我们武将上啊，你那个必须要成为我们匡弼的牌。好，那你没牌，呀呀呀，直接哈一刀啊，最好来个菊花啊。好，那我们第一局赢了啊，我们为后面的几局啊搏一个好彩头啊。第二局我们是个三号位的大反贼啊，这个主攻啊选择了这个孙辈儿啊，孙大辈儿。那我们选了一个李儒起手啊，脚气卡刷了一下啊，刷到了一张锁锁连环啊。那这张铁锁我希望啊应该是能配合我们打出成吨的，应该能配合我们打出成吨。好，那荀彧啊不怂，敢起手啊，干了孙奔啊。那我们拿个黑锦囊啊，这好吧，这他拿了一个加一码就拿吧。那荀彧就是个大好人啊，荀彧是个大好人。看我们要连谁呢？宁错杀，这太浪了吧，你这样屌丝属性会暴露出来了，你好不容易拿一张铁锁，你还去灭迹掉。哎，这张铁锁在钟会手里，我不知道这个家伙能不能帮我们连一个啊，能不能帮我们连一个啊。那我们就看他吧，锁锁连环。这徐庶非常好啊，配合我们打了一个铁锁。然而呢，你这个铁锁连是连了啊，你不要给我们用掉，我们李儒士还是有用处的啊。好吧，你用就用掉吧。这邓艾打荀彧啊，你个大坏人啊，你个大坏人，你等着啊，等着，我会来干你的啊，我会来干你的。来，灵童扒一个啊，你扒了啊，扒了就是个好人，不扒的话，呀呀呀。
没事啊，荀彧，我们有个桃子会来救你的，我们会有个桃子会来救你的。此乃驱虎打狼之计，打一个，我们不打孙奔啊，先把能有这个奶妈属性的这个徐庶啊给干掉。那徐庶肯定是必死的啊，他没牌，这凉血烧的妥妥的。万箭的话我们开不出去，就算有桃子救出来啊，我们就无用之人啊，我们无用之人都能把他打死啊，没用之人来顶一个。哎，这荀彧你关键的时候给我离线啊，哪怕不这个我让你掉一滴血是让你补灵桶的啊，哪怕补你自己也行啊。哎，这个龟袜子啊，关键的时候离线，哎，受不了了啊，受不了了。这邓艾我是不知道他是有没有杀啊，估计也怕这个八卦判黑啊，判红。哎，这个火杀就伤了啊，这火杀就伤了。哈，哎，孙奔掉血，孙奔掉血，孙奔赶快掉血，这样的话我们一男啊，不是一男，一个万箭，一个过拆，万箭齐发啊！你有桃子不一都不一定救得回来啊！好，来来救，赶快救啊！救的话我们就无用之人啊，无用之人死啊！你赶快救，救的话我们就要瞪他啊，我们就绝瞪他，我们就希望你瞪他来救他啊！这个孙奔啊，被绝瞪死了，那其实也是理所应当的啊，理所应当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把啊，又是一个深蹲局啊，又是一个深蹲局。这次呢，我们变成了七号位的大反贼啊，看看能有什么发挥吗？这主公还是选择了孙辈啊，孙辈，那我们应该要叫他一声大伯啊，我们要叫他一声大伯，因为这个孙登啊是孙权的儿子，那孙权和孙策又是兄弟啊，孙策是大哥，那我们孙登理所应当的要叫他一声大伯的啊。哈，这袁术啊起手过河拆桥，没去动员孙辈啊，还去把马车送给了，那估计你要第一个死了，估计你要第一个死了。这酒高大上，喝了还想要啊，酒哈格斗啊，袁术被瞬间打残啊，被瞬间打残。我觉得这个诸葛瑾啊也是一个比较是要刺贵的人啊，是要刺贵的人。那诸葛瑾啊，拜拜啊，拜拜，先给你标一个小忠臣啊，先给你包个小忠臣。那我们框毙谁？我们框毙了袁术啊，把他的马和八卦阵给扒了啊。当然，我们选择框毙袁术是袁术选择要放几张啊，不是我们选择。那袁术他想选择把这个马和八卦阵放在我们这儿啊，那是他的事情啊。那他这样的话，他回合外就没有防御喽。那曹植、张辽。这个马车还是要拿掉的啊，那马车还是要拿掉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借司马拿了他的马车，那马车里的粮食就车毁人亡了啊，就车毁人亡了。马车里的粮食啊，只能从装备区到装备区，比如说吴国太、张合或者是蔡夫人的些技能，就是从装备区到装备区才能保存马车里的粮食啊。你像这样子顺啊拆啊反馈啊之类，就是车毁人亡的啊，就车毁人，不是车毁人亡啊，是车毁粮煤啊，车子名的粮食也没了啊，粮食也没了。那诸葛瑾啊，拜拜啊，司马懿一张杀应该是拿得出来的啊。哎，竟然没让你守贵，好，那交给我们了，交给我们了，来哈一刀直接送你上西天啊。那收了诸葛瑾的话，我们就开桃园喽。这个张辽和曹植都残了啊。我们选择框毙曹植啊，那曹植把他的白银狮子放在我们的
变成我们的狂臂盘的曹植还能回滴血啊。死不掉啊，张辽死不掉，马车里面有张闪啊，哼 ，give your card to me 啊 ，give your card to me， 赶快马车运出来啊，运出来，别给曹植了，运给这个我们是暂时先能动的。那这一轮的话，马桃子我们就不塞马车里面了，万一这个孙膑或者是许褚的一张过差的话，那就搞笑去了啊。这个许褚啊没多大作用啊，现在因为他有，你看现在有连弩也没有马啊，但有，如果有个锦衣马的话，那张辽还真危险了，张辽还真危险了。好，那张辽现在回到凉雪，有个八卦啊，我们不虚啊，来火攻一个，没命中，没命中，没事啊，赶快啊，这样子的话我们马车里的牌是越囤越多啊，越囤越多。狂人助己，我们这个诓了司马懿，那司马懿他毕竟也是个三学武将啊，他也不敢把他所有的牌啊，就三张牌放在我们这儿，如果放在我们这儿的话，我们的过牌量还是挺大的啊。他框一张就框一张吧，也没事啊。那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把孙膑打了啊，就打孙膑了，这许褚我们就不管他了啊，许褚我们就不管他了。哈，那如果许褚死的话，正好给我们送个距离啊，给我们送个距离。他没死的话，来一个杀啊，来一个杀，九举止啊，菊花在哪里呀、啊？菊花在哪里啊？菊花啊，我们报了身份的菊花啊。那这个菊花其实大自然里面啊最漂亮的一朵花、啊，最美丽的一朵花。那我们报了它啊，报了它。好了，应该是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了，应该是最后一把了。最后一把我们是个主攻啦，不是前面的反贼或者是忠臣啊。那我们这个主攻啊，选择了关索啊，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武将啊，暂时正式服上还没有。这局是测试服的录像啊。那起手顺一个左慈，我们加一马就挂了，我们就加一马就挂了。但是啊，我们不推荐挂闪电啊，万一把自己雷了就不好了啊。再说这个左慈又是一个人妖啊，他搞不定的时候，他说不定就来一个什么司马懿啊，来个张角啊之类的。那这个黄盖啊，这个跟我们一言不合啊，就把我们打起来了。那不拆我们的沈佳宜，拆了一个藤甲啊，拆了一个手牌的藤甲啊，没事，你拆吧。这鲁班你也别跳啊，别跳，跳的话我们就干掉你啊。那我们现在有协方啊，是减一。我们现在没有武器啊，也是能打到黄盖和周瑜的啊，也能顺道啊，也能顺道。这鬼袜子把我们这个加一马也给拆了啊！哈，人进人退，人长人短啊！他没有，那就直接哈了一刀。那居硕对他呵呵笑了一下啊，关我屁事啊，关我屁事！你杀你的，我回我的血啊，我回我的血，我发动我的，我管我发动我的石碑。朕乃大汉皇帝，如见朕。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刘协的原来的配音啊，原皮肤的配音。爱妃四色皇恩，看此重任啊！那来哈一刀，刚刚天命没偏，没让你打，没让你扣血，那这一滴血你还是给我要掉一下吧？那这一滴血可是肯定还是要稳稳的掉一滴啊！来天，我想天。天过助他啊！其实我想说的是，闪电助我啊！闪电助我，没有啊。这个无限，但是我现在确定的话，反贼其实已经很明确了。
不，这个家伙其实也是反贼啊，你别看他第一轮没动我啊，这一轮他就是要动了啊，因为这个左慈啊刚刚是没动我们的，没动我们，那这一轮话头肯定要动我了嘛，病去如抽丝儿啊，你抽吧，你抽我们武器啊，我们照样能打到黄盖啊，我们照样能打到黄盖。这人进人退，人长人短，人长人短，人进人退，人长人短啊！大汉天命之船，这橘兽你敌我不分了，敌我不分了。这流血一定是明中啊！你这样子的话打流血的话，我现在怀疑你啊，你是不是内奸啊？你是不是内奸？那就过了这张万箭存着啊，毕竟。我们这个轮万箭开出去收益并不高啊，并不高。这华佗有急救，这张万箭开下去反而把流血打一滴血，我们其实是划不来的啊，划不来的。这张万箭是暂时就先不开啊，我们拿一张沙或者拿一张扇子都可以啊，那我们就拿一张沙吧，把扇子啊留给，把扇子留给左慈啊，让他来给我们打轮功啊，给我们打轮功。来，病去如抽丝儿。哎，这张万箭你给我们拆了，你这个手啊，那咸猪手啊，我要报警了，我要报警了。那刘协没办法了，你就先走吧。那我们现在获得了当先啊，我们获得当先。好在我们牌啊，我们杀是比较多的啊，一般我们先肯定是要化成五圣的啊。我们杀比较多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赶快救啊，赶快救华佗救！这我突然看见了赵云的人头啊，正向我们招手啊！那我们现在执行的是当先的阶段啊，我们现在执行的是当先的阶段。好，那乐不思蜀，好，我们现在才执行的是我们正常的末牌加出牌阶段啊。那。我们就这样过了，毕竟我们收了赵云压了黄盖的一滴血啊，我们也不亏啊，我们不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满技能啊，满技能，命系元氏一心向北啊，那这巨兽这挡不了他啪啪的掉血啊，这巨兽虽然防御力很高啊，但是也挡不了这个啪啪啪的掉血啊，啪啪啪的掉血，别说巨兽是个三血将，你这个兀突骨啊，他十五滴血都怕这个啪啪啪的掉血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老头子先收了吧，他应该还有个急救啊，还有个急救。那我们就这样过咯。哦，对，我们刚刚执行的是啊，我们刚刚执行的是当先的阶段啊，那现在才是我们正常的出牌阶段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说我们打鲁班还是先打左慈呢？那当然先打左慈啊，我们打左慈打了完之后啊，那鲁班啊，他就会被我们的气场给压倒啊。那我们现在是个无血啊，无血无技能的武将啊，那鲁班啊被我们这个强大的气场啊吓得啊，把自己的白内裤啊都给举起来了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啊其实我们就结束了。结束之前啊，我再说一句话啊，那就是传说当中的谢谢大家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